王旗舉起，一號大揮波大熱門啊！十二號起飛，好呢一開閘，前面快嘅馬咧有太陽旺旺啦，出邊又進哥，而中間索先生歡樂日一歡樂一生啊！再大外當咗大揮寶五隻馬平排啊，仲有一隻理想回報喺中間噶。再下一層嘅馬老友記啦，中間咧就係呢只咧咁啊確威風啦。咁啊再後多少個馬匹啦？先到旺財生輝紅衫紅眼罩喺尾三啊，尾二勁優秀包咗落尾嘅馬咧，暫時一隻金童啊。過呢個八百米段處，好多隻馬爭持緊啊。最出有大揮寶想放啊，賣力賣唔到嚟喎。咁啊歡樂一生第二位中間咧，仲有呢只紅黑直間衫咧，就進哥兒啊。第四位內蘭粉紅衫太陽旺旺啊，最出咧就老友記。最後多少咧，先見到理想回報喺中檔稍稍褪啲啊。內蘭紅衫紅眼罩旺財生輝啦，再後邊有索先生揈到最出咧就確威風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，歡樂一生咧咁啊拋離咗對手大約個零身位，太陽旺旺追緊佢，大輝寶跑離地唔掂喎，褪咗落去啊。再後邊嘅馬咧仲有老友記啦，索先生噶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歡樂一生咧已經拋離咗個幾身位，贏佢就贏緊噶啦。睇下第二名係邊只啦，太陽旺旺咧緊隨第二啊，只跑第三名咧就旺財生輝，第四。名老友記啊，哇都拋甩曬後邊嘅馬群噶，一二三四名都咁啊。結果呢只歡樂一生只馬帶住佢翻嚟嘅，其實基本上係坐得穩。咁啊，結果就拋離對手贏馬。至於跑第二名咧，就係太陽旺旺，咁佢都係黐住條欄啦，轉啲配備。第三咧都係黐住條欄，旺財生輝，老友記跑第四。老友記唔快，俾佢埋得到嚟，帶到頭啊！一放到底啊！歡樂一生，高柏生。王浩南啊，跑第二嘅就一路都系跟住只欢乐一生嘅太阳旺旺啦，苏迪雄啊，跑第三，国能六号呢系旺财生辉，跑第四嘅就系早段都快唔到喎，系啊，老友记二号啊，四八六二啊，高柏生十六场啦，今晚何良系咁跑嚟二喎，四搭八嘅连赢位，就六格十二倍，一临尾八号咧，系竟然成为咗大热门嘅，哦，太阳旺旺啊！之一嘅大輝寶嘅啫，睇睇預計嘅派彩跑，第一名就係四號馬嘅歡樂一生，獨贏派70.5啊，咁啊位置派呢個22.5，第二名就係八號嘅太陽旺旺，位置係派呢個16.5，第三咧就係六號馬嘅旺財新輝，位置19蚊，連贏位四搭八咧就派你127.5，三同咗406啊，順序1411蚊，單 T 468咧就派呢個231蚊嘅，位置 Q 四搭八啊派52.5啦，四搭六啊派66蚊，六搭八派50蚊正。上岸啦！麻烦啲马一改变个操练手法就唔同咗啊！好啦，临尾呢个 A 一嘅介入热门有33蚊喎吓，临尾啲飞风到即系风云色变啊，真系哇，变到好紧要啊，真系太阳旺旺，落到3.5倍啊！系啊，嗰只太阳旺旺，所以呢条 Q 得翻12倍啊，临尾嗯。近期何良好多落飛馬都係跑嚟二喎，好似嗰個咩至尊無常上個禮拜三晚嗰啲啦，又係咁。嗯，今晚啊三個第二，係咯，暫時出三隻咋，跑三個第二啊，等。下一場啊，一對孭起曬個票數噶啦，一同三都係泥地呢個路程嘅專才。人民武士雲尼拿莫雷拉未贏馬噶，咪睇下一場到底係黃滿嘅奇寶敦啊，定係莫雷拉嘅雲尼拿勁啊？睇得四連環啦，2468234蚊，四重彩咧，462有翻6059蚊喎。晚年見習生都威啊！潘明輝兩場，王浩南一場，繼續都係啲貼欄啊，守住啲好位嘅馬著數。咁呢只仲要抱咗啲主要鬥放嘅對手添啦。呢場頭三名又係貼欄嘅。好啦，睇下佢哋點跑。睇下六檔係咪起步有輪進啊？
老友記，我嗌嗌，自己就慢啲咯，反應我。再俾只確威風撞一撞啊！咁啊，前邊都好多隻馬騎噶啦，入邊數出嚟啦，分別就係太陽旺旺啦，中間就理想回報，中檔位置紫色衫咧就係歡樂一生啦，但係我當進哥兒同埋嗰只大輝寶嚟嘅。咁啊，老友記唔夠佢哋快啦，喺佢左手邊就係確威風，咁入邊就索先生，貼住條藍紅衫咧就係旺財生輝，包尾一對就係金童同埋勁優秀。都是咁样走噶啦，前面嗰只大辉宝呢度仲压到入边嗰啲，俊哥二欢乐一生仲 check 埋只大太阳旺旺添啊，系咯，好危险啊都，隔山打咗三只牛落去，咁啊老友记一路走三搭，一定唔多啦，咁慢咗集嘅旺财新辉内栏啊，逐步窜上嚟咧，更加过关嘅位置啊，可以成到一点九添啊，过到啦，索先生就好似唔多咁啊，又系沿途走咗比较出啲嘅位置。今日好多馬喺嗰個位都係差啲，一望空就冇，一走三搭嗰啲就唔見。大輝寶嗰啲更加唔知係咪有事添啊，谷咗頭段添，砰一聲冇咗翻到嚟，已經連貼住欄嗰只勁優秀翻嚟都追幾步啊！嗯，都差啲第四，係咯，即係有啲似百威特務嗰種啊。復榜完畢噶啦。位置 Q 四搭八啊，五啊二个半啦，四搭六啊派六十六蚊，六搭八啊派呢个五十蚊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啊 A 一隔夜热门三十三蚊。四连环二四六八啊派呢个二百三十四蚊。四重彩四百六二啊，派六千零五十九蚊嘅。孖宝九搭四嘅正奖一百五十七个半啊，安慰奖九头关九尾关八或者十都得噶，同埋仲就派三十一蚊啦。三 T 中正的朋友派146,416元啊，不是留意美关啊，再入四六双蛋拖八或者十都可以的，最紧要是四六先。三 T 的安慰奖就派这个28,714元啊。今日仲唔曬添喎，留翻878,649蚊咧，會撥落去呢一個六月七號嘅三 T 彩池入面。分段時間23:57，22:04，末段22:94，總時間1:08:91咧，就係慢於標準時間三線六啊。